你要一做长一点的，你就把它做高了呢，那个椅子就太小了，就不可以了啊。这样子的起码要这么大，啊，你看嘛，两边你记得一二三四五，啊，一二三四五啊，四，三四，好，我来再重一个人字呢。或许我的这边也可以来一笔，好，这个那就是睡什么呢，这个就还要一组，我们上个星期讲了还要一组，就说你们回去一定要照我这个话，你不照我这个话，你其他的我也没办法改，就是这样子了，都没得改了，都没办法改了，那怎么改呢？对，讲讲你这，你星期三还要上地转完了吗？哎呀，我跟着去。这是不是一组了啦？我们就还要一组，是吧？我要往里边走哈，这一组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四，我这里可以再一点点，对吧？这是两个了。这个要抽要摇。现在呢，我就要第三个了。第三个我不想这边走，如果是风吹。我就都想这边，不风，不是风吹，我就往下走啊，就这样子，你记得。好像平均的风可以吹这边，可以吹下面，可以往上吹。东南西北风。那就四面八方的吹了啊。四面八方。好，我们就看到这里哈。哎呀，咁肥嘅呢啲要做，你明白呢啲要做咪做，老师真系好嘢。唔係個支筆咁樣都畫得咁靚啊！係啊，好嘢，吊筆啊，但係好難畫噶。係啦，這個字，你就在你的桌子的附近畫一點點小字字，啊，那個老太太啊，就不要畫得太多的字。他已經拿久了，他拿久了，拿久了，他等一下。就只要一點點字，一點點字，比如說這個字我要從這裡來，我要從這個地方上去，好，我要很細，好。这样子你猜我的笔的水分多了一点，我就要从下一点点，我从下边一点上去，因为呢，因为你看你蹭更了，你就少了吧。好，像这个你看我就是一组两组三组，这组呢你看看这些呢，你如果你要画，你就这样子画，不画的话，那你就什么样呢？不画就加什么呢？就加这个枝，就加枝，就是光枝，那就是三笔了，好吧？那就是有些时候是这样子加，好，就这是传统的，就是这样子加。好，你不管它了，这里你不管了，现在我要管，我要这个地方来，这个地方呢，也许我要抓一点这个，不然的话他们就分开了，那么你就分析一下，我要它这个位置。你看嘛，我都是这样子四笔起头，四笔、五笔、六笔或者七笔、八笔。好，现在怎么办？你看记不起来了嘛？记不起来怎么办？你还得从这下边啊，我来这里再织一根小织。好，这个织你觉得短了，或者我还可以从下边我再给它撑长一点，啊，也就是说这个织。不是讲的短短的，一定还得从下边来。好，这我觉得这一个呢，你可以往下，也可以往上边，你可以呢，因为这个杆是斜起来，那么你这椅子呢，你也要斜起走，好了，我要斜了，你看，我就往旁边走，不准备啊，我的枝，那么怎么办？你看这个枝，要怎么走？那就是下边来。你看，没得走的了，我就要从这旁边，我就走一根，啊，我走一根，我就在上边接过去。你记得，你那个接不起来，那么你就走下边，再多走一个指，来一个只是个布局。好，像这个掉下来了，掉下来，你再看。这个你不够，那么你可以再画一组，那么你要一组一组的来看，不行，没有画了，老师。对，那么你再来，也再来画一组。
这样这一组画完了，那有些时候加一点点，这个你不能画一组了，注就太重了。嗯嗯嗯，那你画几遍呢？你看小小的，哎，一笔好，你要大一点也可以，但是只能画三笔可以。哎，三笔，你看，你看加小字，三笔可以了。三笔，那我就再深了一尺。好，这就变成了五字。嗯，这就只有一笔最长，你看它就坠下来了。嗯，好，你觉得不行，以后你这里可以加，这里再可以加，你必须要画完了，你就要以品自己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这里现在中间，我想的话，你看分开了，你记得一定要一组一组的，这个地方是重点的地方，在这里。好，那现在呢就是这个了，这个我们不能画多了，好，一点，这个也不对，为什么呢？这个装装那个一指根本不是这样子长的了，那要在哪里？你看，你一定要再伸一个指，你看，这就变成了阳指了，这就叫做上去了，上去了，偶尔有一点这个没关系了，偶尔有一点一笔向上，好。这个就是这个，那就不要了，我们就加一点干字，不要管它了。嗯，好，那么这个呢，你要这样子画呢，就是往下，这样子偶尔有一个，就是不能够很多人，这个是下垂，这个是向上，只有一点点。好，我们就再来看这里还有一组，你看基本上我就把这个杆炸起来，不然的话他们就分家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组还是不够，那么我们再来一组，这个都是往下，好，你可以再深，如果这个水分太重了，那么我就榨一点水，好，我喝点走哪里，走这里上去也可以啊，好，我走一指里面，再走一指上去，好，这旁边一点短短的了啊，好，或者你感觉到这个好像没有，你要出去也可以，好，它就是就旁边的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枝上去了一点点，好，现在这边就要少了，这边我们就看到你可以要一笔、两笔、三笔，好，加一点字，这个地方你要留下来，要准备提款了，这个地方不能动。这个两个前面删掉。好，上边的一指掉下来。你这个先生来抽奖啊，我们得两张了，也得两张，好，再补充鸭子五张。